男士呢，主要是这几个配色，浅灰色、深灰色还有黑色。然后深灰色和黑色都是准备了两双。像它这个美丽奴羊的细毛啊，它是贵族的品种，就毛特别细腻，真的很柔软。有一些羊毛还是蛮扎人的，它这个一点都不会很细腻、很舒服的那种。然后保暖效果也很好。看一下它这个螺纹也都是羊毛的哦。